宝，我和你说啊，项羽这个老逼灯已经是没用了，一技能控制被削弱，有时候大招连不起来，现在对抗路还得是亚连，而且我感觉到策划下一个要对他动手的，你看他还叫打野过来，笨蛋啊，我叫刘邦，你以为吃素的，专门对付你的，进飞来飞去伤害可以说是一点没有，这不就双杀了吗？本局亮点来了，宝，亚连真的很强，虞姬残血不回家不是让我为所欲为，然后我回头一看，我队友呢，这不都是他家的，不用多说了，宝，死马当成活马医，垂死病中我金坐起，落地就是忽略忽略，嗯，瞬间拿下三杀，这血手还没开呢，貂蝉人都傻了，所以上分还是得拿强的英雄，你懂了吗？这一波才是最离谱的，我和对面单挑，讲道理来说我不用大招他都打不过我，那你叫人就是不讲武德了吧，没有关系啊，你看我家有谁，刘邦和讷托项羽瞬间给包围了，残血放个大招，你看有伤害吗，亚连的免伤最克这种爆发了，各位赶紧去玩，我怕他给削弱了。